Hello， 大家好，地球流浪，我是二叔，行走的二次元。那说到好物开箱啊，新年之前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的第一集和第二集，但是源源不断，我的好朋友们从天南海北又给我递来了这么多的大箱小箱。2022虎年来临之前啊，要给大家做我们的好物开箱的第三集，就它了，真的很沉啊，很沉。Vocal 啊，这可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，哇，天哪！眼前一亮的感觉，一个明晃晃的大礼盒啊，这里边是一个吉祥物嘛，感觉是个抱枕啊，应该是这个酒店的吉祥物。那 Vocal 酒店也是来自法国，来自米兰，也是刚刚进入中国，期待着这个酒店2022我们虎年去打卡。是一个味道超级不错的熏香啊，非常可爱的水杯、环保袋，非常萌的眼罩，欢迎贺卡，谢谢 ，Happy New Year。这个好像是来自 Spill 户外的产品啊，我之前用他家的这个保温壶，然后走了洪崖河谷，还有俄伯梁水壶，哇，真的是要过年了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太棒了，环保袋啊，是一个户外小灯啊，我们下次在自驾旅行，然后去露营的时候就可以用上它了，是不是很萌？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开开这个，来自创维。今年我们和创维也一起经历了几场发布会，而且还看到了创维最新的电视机，它的屏幕也确实是非常的先进。今年创维也是跟尤文图斯足球队合作，围在一起才是好年。有没有觉得红红火火？围巾，然后一个小老虎的毯子，这个应该是一顶红颜色的帽子，哇，里边还是加绒的啊，非常适合我们在北方的同学。鼠标垫啊，虎虎生威，怎么样？我要把这送给锤哥。小老虎的眼罩啊，手套，喏，谢谢创维，2022一起加油。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，仪仗是个卷筒，难道有人送了我一幅名画？日历啊，12月的这个日历，很酷啊，我觉得也非常仪仗的这个风格。2022和仪仗，我们就一起陪伴啊，咱们到户外去旅行。又是一个红颜色的大礼盒，有两个限量版的盲盒的玩具，我们回头有机会的时候再把它打开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万年历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，这个是 Godiva 的巧克力，怎么样？很浪漫啊！过了春节，马上就是情人节了。手写的贺卡啊，老朋友张同学啊递过来的，上面写着：突如期而至的不仅仅是节日，还有幸福和快乐。新春伏虎送吉祥，金虎进家福满堂。谢谢。这个是还带着双层的包装啊 ，World Care 纯麻质地的眼罩，一个方巾。是一个金属的吸管，非常的环保啊，大家可以反复的使用，可降解的，然后做的这个可回收的日历、台历、再生皂，味道也很天然。你好，谢谢海亚，谢谢凯悦酒店集团，然后送过来的这个环保大礼包，地道中国年，大猫驾到，年货礼盒，应该是春联了，终于有吃的了，地方特产，好吃的。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我能看到我的摄影师嘴角都在上扬啊，看到了好吃的，饼干、花生，然后还有开口笑九宫格，怎么样？棒棒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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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融创，开个小一点的新年礼盒，非常有南方的特色，而且是一个对开门，哎呦，要拧开的，爱老虎油，来自 Pitaka 心有猛虎啊，细嗅蔷薇，祝愿在新的一年，然后被温柔和幸福所抚慰。既然是一个碳纤维制的 iPad 的保护壳，非常轻，但是非常结实。这个手机壳好看，我在它的官网上都没有看到过，拼色版，是一个撞色版，太好看了，又有我非常喜欢的绿色碳纤维的耳机壳，签字笔，太漂亮了。我们来开一个长方形，赶赶递过来的，哇，谢谢，里外透着红啊，红红火火。一次性防护口罩，这也是故宫文创今年的新品，怎么样？大家平时在网上买不到，我的这个礼盒里全都有。故宫的新年台历，这是一个故宫的盲盒，我去年就开了两个，今年又来了两个，相信这里边应该一定是新春的福字，然后春联等等，或者还有红包。那谢谢赶赶，收到了，太棒了。这个特别像茅台酒知识宝盒，来自好看视频，也是一个撞色的设计，这个礼盒也很漂亮，好看视频的风格非你莫属啊，真的是非常好看。因为是要撕开开盲盒，那我今天就不在这儿撕了，谢谢好看视频，谢谢百度，新年快乐。特别期待这个，因为这个真的体积也超大，满满一大箱啊，这个是 Happy New Year Best Wishes， 谢谢携程，谢谢我的老朋友啊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只小虎也很可爱，全家桶嘛，所以
Pizza， 以为开了爱马仕，那是一个漂亮的瓷盘啊。Trip.com Group 来自携程旅游 ，OK， 烛台是一个双层的烛台，香味已经飘香四溢了。福到了，这边有个薯片、春联，然后横批应该什么？携程旅游，红包。好，谢谢携程，这个大礼包真的太棒了，拿不动。还有最后一个。戏出东方，外包装实际上还有一个传统文化的贴纸，皮影戏啊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介绍，全是点心，都是点心，太棒了，真的是诚意满满。借此机会，祝我们镜头前，然后还有视频前能够收看到这条节日开箱视频的朋友们，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虎虎生威，财源滚滚，越来越好，红红火火。我是二叔，行走的二次元，我们今天的好物开箱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新年快乐，虎年见，拜拜。